是最失败的选秀节目，才办三届就停。李咏哈文职业生涯的黑点与星光大的同时期，央视其实在2004年还推出过另一档大型的音乐选秀节目《梦想中国》，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呢？与星光大道出了那么多草根明星、农民歌手相比，《梦想中国》可以说商业运作完全失败。获奖选手别说在音乐上有所建树，大多人名字都被大众遗忘了，堪称央视最失败的选秀节目。《梦想中国》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推出的非常6+1特别版，由制片人哈文和主持人李咏联合打造的夫妻档节目。初期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为中国百姓打造一档自己的平民选秀节目，推出自己的平民偶像。活动采用时尚手段营造梦想概念，打造中国偶像，让普通人登上梦想舞台，成就普通人的明星梦。2004年到2006年，每一届都产生了金蝶奖、总冠军一名、银蝶奖两、季军两名以及最佳媒体官礼印象奖，加起来有12名选手。第一届冠军是王思思，第二届是吴文景，第三届是熊汝霖，但现在依然活跃在音乐舞台上的只有熊汝霖了。而且熊汝霖后来火过的翻唱视频都是梦想中国过去好多年的事了，而在熊汝霖之前的两届冠军处境甚至可以用尴尬来形容。2005年，吴文景因为外形酷似天王刘德华，唱功不错，成为梦想中国总冠军。虽然当场签约香港英皇国际，却3年没有发行个人专辑。2004年获得首届冠军，时年17岁的上海姑娘王思思，却因获得冠军后主办方没有兑现承诺，炮轰节目组和李咏被封杀。2005年，另一档选秀节目《超级女声》红遍中国，让固步自封的梦想中国一下子显得黯然失色，典型的有收视没口碑。由于梦想中国定位失误，缺乏市场化运作方式，选手选播形式传统单调无新意，以及哈文和李咏保持央视一贯的官腔作风。2007年才搞了3届的梦想中国最终宣布停办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梦想中国的失败在于整个节目组都缺乏低姿态。李咏虽然当时人气正旺，身处国家主流媒体的中心，哈文也高估了观众的口味，此档选秀节目成了他们职业生涯中无法抹开的黑点。